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玩具新来网友超级飞乐飞侠乐迪的一个今天说的现在一个不知火拳剑可以玩宇宙波止水星系网，我一个一技能把对方控制住，然后提升把对方招出原魔把他控制住啦，控制住之后对方不过来吗？过来了，过来一个丢了个这什么技能，二技能还是一技能，这个是二技能好像啊，好久没有玩，现在替身，替身之后修了一个一技能是吧，继续 A 人家，在平 A 对方替身招了原魔，对方控制住，这么远也控制住了啊，把对方拉到原魔的身边继续打，然后加一个二技能把对方控制，再来一个一技能继续平 A， 哎呀这个分身不好控制啊，再来 A， 这样他不知道哪个是真身哪个是替身啊，被压制住了啊，赶紧替身吧，替身之后一技能对方替身霸体开起来，开个大招，哇秒掉了，应该是能秒掉啊，不要小看木叶的忍者，话说宇智波止水星宿止水也是木叶忍者吧，啊，今天打了六尾忍珠帝啊，这个尾兽玉对吧，没怎么玩过，一技能开始一个分身过去，然后继续 A 他，反正看不见就猛打是吧，一阵蛮操作，然后提升对方开启了个地面剑，然后一个啊通灵贝壳把对方给压制住，对方跑哪里去了，然后又是一技能继续 A 他，看都看不到，就是这么一阵蛮操作啊，蛮操作也比对方操作强，对方应该要提升了，提升然后马上往回再来一个二技能，又把对方控制住了啊，然后又提升一技能，又一个大招，哇这个火拳剑好秀啊，这是要创三的节奏吗，又赢了啊，轻轻松松，不过好像啊对方逃离了啊，两回合就结束战斗了，